我伫酒家有偷听到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足奇怪，就是阮大官讲伊要摕饭桶的钱去验毒。安非他命，药物真正有下毒。你别哭啊！恁来伫我的房间啦！你真正是真心啊！今麦才发现，已经上班啊！不过伊最近真正反常，原来是目着毒品，无得控制家己啊！就是讲我有啉啦，我万万的醉卡拢唔知影人啊！来找出伊什么人来对付伊，有这人。是啊，瑞帕。是安怎明明拄食着好好，即马我忽然间又搁爱急救啊！原来刚才个状况已经这么严重啊！我们再搁哎呦，搁剩偌侪时间啦！我们希望讲，我会当用陈正辉的身份陪伴在伊的身躯边，让伊会当带着笑容接受大家幸福。我之前就跟你讲过，别搁做公关啦！这是我私人的代志，我家己解决，你莫管。你阿怎我拢做着假三瓜？我是无当生家己的妈妈做功德，就是要有性恨误会，安尼彭耀武伊才有渐渐向面的压力。有看到无？你确实给人下毒啊！我同我彭耀武竟然落差到这款程度，伊个陈志伟见过面，享受过一个团圆的快乐，伊当最后阁做一件好事，成全奈美加杨姐，今日这条消息我来世做回应你。